明天的天气如何？来看山海气象。先来看到台东兰屿气温20到25度。太麻里金峰大武达人，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温会到26度。延平台东市卑南气温在16到26度之间。海端池上关山鹿野同样是多云的天气，最低温降到8度。长滨成功以及东河气温最低19度，最高25度。瑞穗、玉里、卓溪、富里气温在5到24度之间。万荣、凤林、光复、丰滨气温最低12度，最高有22度。花莲市吉安、寿丰气温15到23度。秀林以及新城气温在14到22度之间，秀林要注意有5成的降雨机会。大同以及南澳气温最低10度，最高21度。狮子、牡丹、满洲高温达到28度，最低温17度。太武、来意春日气温在17到28度。雾台、三地门、马家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9度。桃园、纳马夏、茂林云量偏多，气温在7到28度。嘉义、阿里山气温在5到25度之间，降雨几率不高，20%。仁爱、鱼池、水里、信义最低温4度。台中、和平气温9到25度。南庄、狮潭以及泰安气温11到23度。关西、尖石、五峰气温在8到20度之间。北部地区的乌来以及复兴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19度。